So first, mention your name and the topic you have chosen. You can say the topic in English because sometimes it's quite long. When you deliver a speech, please do that in Chinese. Thank you.我的最好的朋友是一个人叫伊莱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他，他就是我的邻居。我们每个冬天一起在课桌去滑雪，这就是我最喜欢的运动。我们也喜欢打篮球，也喜欢拉小提琴。我们从很小的时候一起学中文，我们喜欢唱一个歌，是中国的民族，是五十六个民族，五十六个话，五十六个兄弟姐妹是一家，五十六个语言，为整一句家。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，爱我中华。他就是我的最好的朋友，他现在是耶鲁大学第二年级的耶鲁大学学生。我差不多三年都没看见他，很想他。 谢谢大家。